是谁站在你这一边？与你同在。Who's on your side and with you? 你所依靠的或投靠的，可靠吗？ Is it reliable that you can trust?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 ，Psalms 46。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变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大家早上平安。最近的头条新闻都关注在俄乌的战争局势，这一个月以来，相信每一个人都追踪这个新闻。请问你会站在哪一边呢？俄罗斯侵犯者还是无辜的乌克兰呢？战争的开始到目前，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乌克兰和西方国盟友 NATO、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和美国、英国都没有实体的派兵到前线协助，只有承诺，却人影都看不到。被称为世界警察的美国，都不见得要展示实力，像他们对其他小国那样的积极、速快的制裁动武。可能他们知道俄国的军事实力强大，与他对抗作战，可能会造成巨败两伤。虽然他们很速快地进行制裁，但也适得其反。看来圣经所预言的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不再是一个风声，而是正在发生，还是现场直播。看来对全球的治安、经济甚至个人都会被影响，就是坐在荧幕上现场的你和我都有关系到。油价上涨的连锁反应，就会影响我们日常所关心的吃喝玩乐。有些人推测，可能这次的战争会引发第三世界大战，历史重演。当诗人描述诗篇四十六的时候，不是他幻想出来的情景，而是在面对数次敌人的攻击，被敌人围攻他的城市，面临极难的时刻，没把握无助的时候，但却经历上帝大能的拯救和帮助。当仇敌四面包围进攻的时候，有谁能来搭救维护你呢？这仇敌可能是你目前所面对的困境挑战，让你没办法喘口气来，可能是你的官司案件，有可能是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意、财务状况、感情、亲子关系、精神身体健康的状况，或者是成瘾的问题无法自拔。让上帝的话和他的应许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的帮助。
它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山虽动摇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翻腾澎湃，山虽硬海战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我们都知道，当大自然打喷嚏的时候，我们人类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奈。还记得2014日本的大海啸吗？当时我就在日本机场 Narita， 在那儿转机。一个小时前，我还在航空公司的休息室 lounge 那里享受日本寿司和其他饮料，蛮舒服的。过后就登机，当飞机准备要起飞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地震。为了安全起见，飞机无法起飞，就在机舱里待了6个小时，也感觉被整了几次。6个小时后就可以飞行，平安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才知道地震的严重性，当地在改变，山在动摇，其中的水澎湃翻腾的时候，是会让人感到害怕的。我也曾经到过四川、伊朗、巴基斯坦地震后救灾，所见证当时破坏程度的情景和遇难者所遭遇的，真的是很惊讶，没办法形容，好凄惨，好可怜。所受的后遗症就是怕一个字，没有任何的药物或者是治疗能够帮助他们脱离这种的困境，这种阴影时常的来骚扰，只能够祷告求神怜悯他们。圣经在提摩太后书1:17告诉我们，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2 Timothy 1:7， For God has not given us the spirit of fear, but of power and of love and a sound mind。 很多年前我曾经唱过这首诗歌，叫做主是我力量。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大地虽会改变，大山虽会动摇，大海翻腾，大浪战斗，但我们却不害怕，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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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神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虽然城被包围，但有河流，有水源在其中，还可以暂时撑得住，暂时欢喜，有供应。80年前，当日本军队占领东南亚的时候，就在攻打新加坡，只需用1个星期就把它拿下。其中一个策略就是把大马从新州供应的水喉把它关上，城里虽然有水源，但只能撑得了1个星期。 Singapore fall within a week and Japanese cut off the water supply from mainland。 4节告诉我们，当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上帝必帮助这城。乌国的总统 Zelensky 也等了1个月的天亮，
所需要的帮助还没来。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虑；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谨守。弟兄姐妹，我们虽然不属于耶路撒冷的居民，但以后将临到的新耶路撒冷，我们有份，因为我们是属天国的公民，成为公民就有特权，拥有所有的福利，有神在其中就有希望，上帝会照顾他的子民，保守他们到底，所有他要赐给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阿们。第六节，万邦喧嚷，国度动摇，上帝发声，地变融化。撒旦魔鬼可以昼夜不停地控告，24小时 24/7 地定我们的罪，但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胜过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弟兄姐妹，经历过上帝作为的见证，耶稣在十字架临死前说了一句话，成了， It is finished, it is done。 耶稣也曾对犯罪的妇人说，你回去吧，从今以后不再犯罪了。耶稣也对患血肉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耶稣也曾对长大麻风的说，起来走吧，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谁能控告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当你觉得没有人为你祷告的时候，记得在天上有一位爱你我的耶稣，他替我们昼夜的不停地祈求，何等的安慰。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有多完美、多可爱、多听话、乖乖的、很配的，只是因为上帝的爱、他的信实和他的应许。罗马书5:8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But God demonstrated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神竟然撇下一切为我们的缘故，摆上自己，毫无保留的。请问还有什么他不会为我们做呢？即使这样，我们对这一切还有什么话说呢？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吗？在诗篇20:6-7，现在我确知耶和华拯救自己的受膏者，他必从他的圣天应允他，用自己右手的能力拯救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却靠耶和华我们神的名。 Psalm 26:7， Now I know that the Lord saves His anointed. He answers him from His holy heaven and the saving power of His right hand. Some trust in chariots, some trust in horses, but we trust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our God. 不是 Boss Gu 的名， BM Gu， 爸爸 Gu， 或者是阿娜 Gu。 看来老爸也帮不了阿子，老马真的老迈了，也没办法。我们所靠的是 Duhan Gu， 不是 OMG Oh My God， 是我们在天上阿巴父的名，耶稣的名超乎万有，
耶稣的名，我们必然能够依靠得救。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这么荒凉，他仔细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尽烧在火中。我们的上帝早已战胜仇敌，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就得胜有余了。 We are more than a conqueror in Christ Jesus. 你们要休息或驻守，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国中受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叫我们放手放下，不是放弃，而是让上帝来为我们拯救，为我们开路、开门、开窗、开启、开发、开创。不是我们的厉害、聪明或是功劳导致我们自夸自足，而是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神与我们同在，两次的在这个诗篇46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神不只是为我们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也为我们征战。 God not only with us, for us, He fight for us. 诗篇的作者是在他人生经历上帝拯救的过程而描写出来的。诗人懂得如何的依靠上帝，这跟他的信仰有密切的关系。从小就懂得真理，肯定他的身份，认真的寻求依靠神。无论在舒适顺境或逆境，患难或面对生死关头的挑战，也亲身的来经历上帝拯救的大能。二月份的2020年，在疫情开始的期间， Carrie Job 和 Cody Cairns 写了一首歌叫做 The Blessing， 祝福，后来就成为了全球教会界的名曲，到目前已经翻译了40多种的语言。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6:24，是祭司亚伦为以色列人的祈祷祝福。我愿以这首歌成为结束的祷告，可以的话，我们一起的来唱，一起的来宣告，主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的孩子的孩子同在。阿们。眷顾你，赐平安。
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愿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愿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在你家庭和你儿女和他后代直到万代。愿他恩宠在你身上，他的慈爱直到千代。